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 Kiki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套，coming soon 的 listing 呢，也是可以在上市之前可以直接结单拿走的。Framer 两房一厕，居住面积841 square feet 的独立屋，占地大概是在5400左右。这个房子光线都特别好，格局也非常的不错，一个车库的车位。看我身后这个乱七八糟的一大片。空地很大哦，所以这个房子有很大的 potential， 你可以先以差不多的价钱拿下，然后在未来你可以再把它加盖呀、什么的都不是问题。这个房子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离地铁、也不算是地铁吧，铁路铁轨太近了，所以就是差不多是5到6个房子的距离，你门打开的时候一定是会听到这个铁轨的声音，晚上的话铁轨路过的时候也一定会听得到。但是现在这市场这么 crazy，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房子在什么位置一定都是抢得很疯的，所以呢我带大家来看一看是不是要在上市之前、不要跟太多人竞争，来直接拿下这一套房子。